全国同桌统一语录，现在开始，我先睡一会，老师来了叫我。别睡了，老师来了。别看老师在窗户那，别说话，老师在后面。别抬头，老师正看着我们。老师走了吗？哦，让我出去，让我进去。笔借我用下，橡皮借我用下，有没有多余的本子？有透明胶没？小镜子借我的用下，给我点卫生纸，水让我喝口。哎呀呀，你别对着嘴啊。哦，下一节什么课？还有几分钟下课？这个字念什么？那个字怎么写？刚才老师说什么了？讲到哪里了？这次考试靠你了。等下默写字写的大点，让我看看你几分啊。哦，早上吃啥？中午吃啥？晚上吃啥？饿死了，有吃的没？陪我去厕所。哦，去小卖部吗？不去，我请客。走走走。哦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借我抄抄，快写，写完借我抄抄。错了，别赖我啊。你先抄，抄完给我，放中间，咱俩一块抄。你往这边挪挪，我看不见。哎，你抄错行了。哦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下课时间到了，一起去室外听听花开的声音。